我来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说2月13号，齐齐哈尔，那个出现的那个不明飞行物，因为那个我从不同的那个人那边看到的，路人在拍到这个，所以呢那个不像一个伪造的，所以呢我在临拍去看一下的啊。啊，墙在那个，这是一个啊，然后这边我操，这啥呀？我操，我也不知道，真牛逼！啊，这个啊，我们来看看，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原来那个外星人呢啊，从地面上对着天空放电影，叭叭叭叭叭，那是对着天空的。放电影啊，那是放电影啊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飞行器啊，还是原来那个对着电影看，对着天空放电影，不是飞行器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